道吗？那个大润发就在路边哦，摆一个那个连串起来的那种帐篷嘛，然后摆学生用品、开学用品，从柜子到那个刷衣服的刷子，连防蚊液通通有。他觉得你可能会买到的东西，就帮你传送到那里。我们就买了一个小锁，把他的柜门锁起来呀、啊。你妈过来了。妈过来了。妈。